闺蜜最近总对着手机傻笑，还极力拉我入坑。一开始我是拒绝的，但是玩了两天后，我必须给大家安利《诛仙》这款手游，还真的是清新脱俗，里面有萌萌的灵宠、漂亮的时装，还能御剑飞行，重点是还有帅帅的小哥哥，可以实时互动，还能跟小哥哥结婚呢。不多说了，用心体会吧。